他说要带我去看他的动物哦。去哪里看？走。外面也可以，里面也可以。我们家里面有，外面也有。外面也有啊。嗯。走，我们去看。哇，那里好像我看到小羊羔了。小羊羔。哦。那这个我带你去看。那里。那我带你去抓一下。走。嘿。我们吃饱了，现在这个小女孩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韦一凡、嗯、哦，我们的小一凡他说带我们去看他的小动物，到山里面去看一下，走、嗯、好。小羊羔哦，对呀、啊，这也特别多。这可不可以去抓它玩？可以啊。嘿嘿嘿，它跑了。玩一下就可以了。哦哟，好几只哦、嗯，里面好多啊，里面全部都是，你看。对，里面全部都是。全部都是。对。小姑娘带我来看小羊羔。哦，可是这是。好多哦。好多哦。嗯。小小一只的。好多啊！这个是我一爹的。一爹啊？嗯。哟，这里还有嘞，你看，都哇，那圈里面都是。哟，嘿嘿，它好可爱哦。对啊，宝宝很可爱。这只的宝宝生了三只了。三只啊？哦，还准备要生两只。生那么多，走，我们到里面看了。好，到里面看一下。嗯。有哇，好多！哇塞，全部都是哦。对呀、啊。一人就生得一百只。可生了这么多只小羊羔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好神奇啊！好像他妈20岁了，他妈。他妈妈都20岁了。对啊。这还可以。嗯，你看这一只又来了。咦、你被吓得跑了。这里你看都跑了，呦，这是给小羊喂的，你看它跑出来了。有还可以，但抱太久不可以。咪咪，过来玩一下，咪咪来，咪咪，好多啊！真的那么多！哇！我们家里有60。我们捉几只回去玩好不好？看这两只，嘿。他跑得好快的，看另外一种啊，好，走。哇，这风太大了。哇，是吗？嘿，哎呦，好多啊！可以了，不去啊，那里烂的，过来。这个鹅，这里都是。他自己家的土鸭，还有这些鹅，都在吃这个绿草的。哎，还要煮这个。这么毛好大了我。脚疼，你不要骑它了，它脚好疼啊！下来吧。哦，它脚好疼啊！哎呦，这毛毛，毛毛快，毛毛。你怎么知道它名字？我肯定知道它毛毛名字。哎，乖乖的毛毛。你怎么知道它名字？知道啊。那你说我爸爸的名字？是啊。嗯。要不要跟我出去玩？不要。好，大家听话哦。好了，拜拜。收回去了吗？拜拜。